19岁开始拍戏，有机会开始接电影，一直都碰到很多好的导演、好的演员。那这几年也不例外，可能戏越来越少，接的比较少。不过每次都有机会可以跟不单是国内，以及可能到国外都很有名的导演啦，或者是演员啦，能够去合作到。那这一次也是不例外，可以跟舒淇啊、梁朝伟啊，都是。 在演技上面被肯定过的演员，那对我来讲，我不会去感受到任何压力。每次有这样的机会，我觉得都是一种，只是你是很幸运，你可以在那边学习，因为很多可能很多演员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影帝啊，或是影后一起合作。说起来演这个角色，因为之前有传是郑秀文，有传是郑秀文。 我係夢先生，我想問下啦，我叫Iris，我想問導演呢呢出戲點解叫《雙城》啦？另外，因為12月以前我哋拍《重影森林》嗰陣時，根本冇撞過啦。咁我後尾睇完之後，覺得《金城武》除咗好有型啦，好有魅力咧，仲做戲好好。咁一直都冇機會合作，咁今次係咯，有機會咁覺得好開心。 我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所有女人当中最幸福的一个了，因为可以跟港台全亚洲最帅的两个帅哥一起合作，而且非常有魅力。其实我还是蛮害怕、蛮紧张的，觉得自己好像在娱乐圈混了那么多年，但是看到他们两个，我还是会觉得还是会有脸红心跳的感觉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。 永远都是在所有女孩子啊，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很有魅力的两个男人。嗯。都要自动要把英文再讲。咁啊，希望佢唔好点影啦，因为其实佢唔知道嘅，咁啊。 会有一点点担心，因为通常国内的女演员到香港来拍电影，扮演的那种花瓶的角色是比较多的。但是我拿到剧本之后，我就放心了，因为她是在这条主线里面起了一些作用的一个角色，然后那当然我就更加坚定的要来演。